哎，那个大白痴稍稍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只是看感觉，可是重点是要大只。徐哥辛苦你了，没有啊，没有，现在没有。包将军，女儿胃口很好啊。快一点，个子大一点，大只，讲大只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对不对？真的，我们会误会。那所以说，这两位你都会觉得太瘦小，瘦小，瘦小，就是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哈。他们两个谁比较瘦小？嗯，小钟谁比较小只？我比较瘦，来来来，去后面看一下。大只，你看都身材了，身材。奇怪哦，男人都不能讲到这个。对对对，那哈笑远可以吗？哦，那个很大。可以吗？他可以吗？哎，那种是大而无当的，所以你喜欢个子大的？为什么？对，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安全感。嗯 ，OK。然后这样我就显得比较瘦。可是以你这样子常常被打的命运，万一个子太大，你会不会被打？我没有常常被打。你不是被打的手断掉？前一个。对啊。对，被打两次而已。哇，两次，蛮惨的嘛。哇塞，你看。意外。